着。回啊！哎，这把武器用的带感。我要跳到他背上，等一下，集下体力，跳他背上杀。我操！我操！野马死了！强攻，连续斩，死打晕了，干头。比弓箭不要强太多，弓箭什么垃圾啊？弓箭就是垃圾。弓箭，哇，真的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垃圾武器了。弓箭是属于最高的技能。那你用啊？我就用弓呢。屁股砍啊，把屁股砍掉了，尾巴已经没了。弓箭一套上百。这一砍下来是，呼吸斩，碰虫，斩斩头。我这一下他都受不了，打晕他啊！看着打晕他啊！我差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再见，击杀，直接爆头好吗？插他头，打他眼珠，强不强？哇，这把武器真的！哇，这把武器真的适合我，跟你说，真的适合我。这什么点弓箭，什么垃圾武器，真的是！这把武器真的适合我。